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，我是麦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整体的全球市场情况。那么应该说呢，全球股市昨天是气势如虹啊，在中国释放出强烈的开放信号之后呢，全球股市昨天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扬。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方面，澳洲主板呢昨天是上涨了0.8%，又重新回到了去年十月份咱们当时看涨澳洲200时的价格，大约是5860点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.7%，深圳方面呢则大幅上涨接近于2%。那么在欧洲方面，英法德平均涨幅大约是在1%左右。美国三大指数呢要涨得比欧洲多，像标普大盘涨了1.7%，道琼斯工业指数1.8%，纳斯达克科技指数上涨2.1%。在股市以外地区，黄金价格并没有受到股市上涨的影响，反而坚持上涨，